来哟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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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你知道，就是一种心理的恐惧。跑步是没关系，我觉得煎熬的是输了之后的折返跑，这就是地狱啊！我讨厌林毅姐。本节目由孙协助赞助播出。哎，林毅姐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刚不是出发林毅杰吗？哎，难得看到许梦哲不冲，然后饼干也是运动派的，也是不冲。这两个锵锵的还在聊天。好，还在聊，没差没差。这个没这个真的没差。我好害怕、啊，我好害怕灾卷呢、啊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就超级没全运啊！这游戏根本就是。为了要把我搞死而诞生的，啊！哎，我第一站就累了。哎，你也回来了。美景吧，啊！我的左边，山林，居高临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是水库啊，不错吧？哎，哎，剪刀石头布 ，yes， 啊。刀石头布，来了布，耶耶！我觉得，因为猜拳呐、啊，对，实在是太多变数了。我个人刚刚第二关一第一次就过，我觉得实在是太 A 了，是真的是 A 过的。哎，又来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他等一下就会往回跑。他是目前跑最多趟哦，好像是。对，往回我们看到最多次的就是林毅杰。来，三个来啊，一起啊！哎、欸，这样同时就有可能有些人往前，啊、有些人往后了，非常孤单。来哟、哦，剪刀石头布，是。哈哈一起，来、啊。剪刀石头布。很抱歉，我们要再比一次，剪刀石头布，一起吗？一起吗？一起哎！这样子，我们也没办法主持节目。而且我现在已经累到，我觉得连 GoPro 都好重了。我也好累，我觉得 GoPro 好重啊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觉得刚刚推进那么多，现在？又回到第一个猜拳点了，我讨厌林毅姐。你回来了。这个你知道，就是一种心理的恐惧。跑步是没关系，我觉得煎熬的是输了之后的折返跑。哇，大家都不见了。离终点近一点吧，你看，我望过去，那是怎样啊？空无一人呢、欸。啊，我的后面空无一人，我就说吧，你看，这就是地狱啊。景色很美啊，但对我们的心情来说，就是地狱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没有用。我就说猜拳不是我的关，地狱，地狱啊！各位，各位，看我的表情，这是地狱啊！